你现在收听的是《股太驿站》第七十三集。好，那今天呢，《股太驿站》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卧色预备表态股。OK，好，那卧色预备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好，那我们刚刚其实也做完大盘的功课了。好，那接下来呢，《股太》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们就是边录影，然后《股太》也是边做功课。好，那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其实也可以像《股太》一样，其实边拿个笔记本。 好，那觉得你觉得适合你操作的线型，或者是适合的价位，你也可以操作的话，哎、欸，可以边做笔记，然后边记录一下，哎、欸，你有可能觉得你喜欢的，那可能可以考虑一下，或者是做个笔记，这样子我。好，古泰有跟大家讲，其实古泰呢在录影的同时，就是顺便做功课，所以古泰录影的时间。 通常呢、啊，哦，录影的时间就是做完功课。那录影完，其实股太就会自己做其他事情了，吼，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哦，有些散户啊，其实都会发觉，哎、欸，做完功课，做完功课又要去看节目，看节目又要去看筹码，筹筹码看完又要去看分点，分点看完又要去看哪一哪一个名牌啊，哪一个老师的文章，哪一个什么什么，太多太复杂。 啊、哦，又要看新新闻啊，新闻呢又要去看国际股市，国际股市看完又要去看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太累了好吗？哦，古泰一章有跟大家讲过，哎、欸，反正古泰要看的新闻哦，你们现在看到的任何选股、任何分数，其实古泰不管，像最近其实有大家什么二月的营收哦，在三月十号之前一定要公布完成嘛，然后最近其实还有什么季报啊、哦，还有什么？ EPS 估算啊，或者是市率率这些东西，其实股太都已经把它量化成一个分数了啊、哦，所以基本上选出来的其实股票心中本来就有底了哦。这里的选股出来的股票，代表诶、欸，经过城市章去转换之后，本来它的一些数据啊上面其实就是偏多或者是偏空哦。用这样的方式，你能够快速的去筛选。其实股太有跟大家讲，股太从来。 基本上不太会每天追着新闻跑的人，通常有新闻都是人家贴给我的哦。那可是同人家贴给我，像华航哦，这两天大喷，我什么时候跟大家讲的，一样的道理嘛哦。所以呢，其实你说做股票到底有没有需要看新闻这件事情，其实不用了、欸、哦，其实不用了、欸、哦。你不要花太多时间哦，其实每个人我知道大家都很忙，对啊，我已经够忙了，对不对？人家说。 每天忙得那么累，比狗还累，对不对？人家狗都没这么累，这样意好啊！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一件事情投资把复杂给它简单化，这样就好了。好，那在分享之前呢，欢迎请新朋友呢，帮我在 YouTube 登录之后呢，按下喜欢 I like this，然后呢按下 Subscribe 订阅之后呢，开启全部通知小铃铛啊、哦。那这边只要古泰呢有上片，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 好吗？那记得古太驿站本身不盈利，好、哦，没有任何的对价关系、利益关系，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哦，完全公开、免费、无私分享。那这个社群呢，大家记得要加进来，哦，别忘了，哦，我有特别想要提醒的，哦，通常都是大事情、大行情啊，哦，所以。 你只要有在这里面的哈，当然了，不太会受伤了哈，不太会受伤了。就算要受伤，以礼拜五那个 case，一开盘直接灌破的时候，你出场其实也不会赔太多啦。你甚至反手空礼拜五，你可以赚很多啊，你可以赚很多啊。哦，所以呢，基本上大家记得好、哦，一定要加进来。OK，好，来先回顾一下刚刚我们上一集所讲的东西啊，哈、哦。 台股独强这件事情，那台股独强会不会真的强、哦、基本上不一定啊。可是呢，台股不可能干嘛被排除在外哦，不可能被排除在外。全世界大家,大家记得这个是全世界哦，亚股、美股，甚至于什么欧股哦，其实都已经来到极限的位置。大盘的极限大概是哪一个位阶？ 大盘的季线是哪一个位阶？大盘的季线在这里，一五零六零，也大概是一万五千点的位置。好，所以呢，这个位置是有机会来的，好，是有机会来的。那你说什么时候来？三月份，好，三月份是很有机会的。所以呢，接下来呢，其实我有跟大家讲避险，我避到什么时候？我避到这个礼拜五，哦，避到这个礼拜五。 如果这礼拜五能够持续的站稳万六，呃，咱们的避险部位可以干嘛？哎，稍微的解掉。未来哪一天，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未来的哪一天，你只要看到万六一破，什么都不用看，先避险再说啊、哦！我已经讲话讲到这边了，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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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说，三月份七六七七八八会不会来？ 八一六跟八四七会不会来？我跟大家讲了啊，我们先这样规划啊，三月的中上旬啊，三月的中上旬，看还会不会再来测一次三四六到三七八。如果可以，他如果能够再站稳，那基本上他才有机会来到七六七到七八八，不然不然。 哦，顶多顶多，多他可能回再回来测一下这两个价位，呃，可能就下去了，哦，可能就下去了，哦，所以就三月的中上旬，啊、哦，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特别的注意。不、哦、会来，我有跟大家讲，哦，哥不是神啊，哦，哥不是神，哦，只是我们可以干嘛？先预先规划，有机会可能走什么剧本，那大家有都知道吧？ 我有跟大家讲，支撑压力攻守互换，所以你在做股票或做期货都一样的道理。你看到破线，麻烦第一时间你就是出；看到站上，第一时间你就是做多。不要怀疑，不要怀疑，也不要犹豫。哦，很多时候你只要不敢停损，你会发觉事后你回头看，你都会发觉你自己停损在停假的。 啊、呃，自己的赔钱都是赔多赔的，为什么？明明这个地方已经转转为什么转为压力了，已经破线了，你为什么就是不走？这样懂意思吗？那很多人可能会说，哎、欸，可能再隔一天就涨回来了，可能再隔几天涨回来。大家有经历过台股之前连续十几根的跌停板吗？你说选择权看到九千二。 哎，大家记得选择权的九千二，你仔仔细去看一下，它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履约价值的东西，没有完全任何履约价值，为什么有人愿意花钱买在这？当然呢、啊，这里的权利金非常少，少到可怜啊、哦，少到可怜。这权利你说会不会故意布个局在这边，然后呢，让大家以为要崩盘？Anyway，不知道。 可是我很清楚的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好、哦，选择权当然了啊，不会有人把愿意把钱砸这。可是如果他把钱搭配了其他，我有跟大家讲，不管你不用管外资还是管主力是谁，金融市场有非常多的避险套利工具。我今天布一个局在这边，让大家很悲观。Anyway，其实我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啊。 我的杠杆倍数，我做多了杠杆倍数，可能比你选择权的空单倍数还多。可是大家要特别注意，你要动态的去看，不是只有看这件事情。如果你们每天看选择权，它的最大量区，比如说有人跟你讲一万五，有人跟你讲说一万七，或者一万六千六。Anyway，你如果看这个单纯就看这个会赚钱，现在哪有那么多市场？ 从期货毕业的，从选车卷毕业的，你看这个会赚钱，对嘛？所以大家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啊、哦！所以，反正我自己啊，股、哦、太本身自己的规划，那时候大年初一我们就规划完了，时间的转折月份，转折的时间点，我也算给大家听了啊、哦！所以就极短线而言大家看一下，目前呢、啊，好、哦，目前呢这一根是什么线？ 这个叫做极限，好，这个叫做极限，哎，这是极限吗？我看一下哈，五日、十日、二十日线哦，这是二十日。好，目前的二十日线呢，它刚好扣在这边，哦，刚好扣在这边。那明天开始呢，就会往下扣，好，明天开始就会往下扣。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记得一件事情哦，记得一件事情、哦。我们先讲好，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大家记得、哦、每一次啊，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每一次大行情要转变前，一定要先经过什么三线会合。所以呢，目前五日线、十日线、礼拜五月线一定来打了。所以呢，三月的中上旬，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刚刚已经算给大家听了。 十五根 K 棒，也就是未来的两个礼拜啊、哦，两个礼拜啊、哦，这边呢，它如果持续站回不稳，站不回万六的话，这个爱 C d 好就要小心了。我那时候有跟大家讲，你现在就算盘是崩个两千点，都还是在多头架构。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啊、哦，所以就极短线而言，就是反正。 我在赖群主讲的事情，大家特别的留心哦，特别的留心哦，就这样就好了。OK，那未来只要他如果能够在中上旬，我们讲中上旬，看有没有有没有机会再来测这边了。如果有的话，你才可以稍微比较不用那么担心，好吗？哦、oh,，OK。那今天呢这一节呢，主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就是。 上市上柜的股票，好，那左边偏多，右边偏空。那这里的多跟空，我有跟大家讲，没有永远的多，也没有永远的空，只是左边它的技术面、筹码面、基本面算出来的综合分数比较偏多方，比较偏啊。那右边呢是技术面、筹码面跟技术面、欸，跟基本面可能比较偏空方。那大家记得礼拜五这一根长黑。 有的很多技术限行，光技术限行这件事情，它可能就是用跳空的方式，或者是跌破的方式。所以呢，很多很多干嘛？它可能原本应该是筹码也多，基本面也多，可是因为礼拜五的跳空，可能让它从左边变成右边。可是呢，如果盘好的时候，它有可能会是干嘛？有可能是涨回去哦。所以这边麻烦大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筛选，帮大家分。 怎么分两边？可是每一档股票，你要特别去看一下它的线型啊，哪边站回去就跟大家一样嘛，支撑压力攻守万站回去，它就是转强；站不回去，那、啊、你就继继续空啊，就这样啊，懂意思吗？好，我们直接看一下，好、哦，那边边看边做股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哦，我们用分数去排名，好，用分数去排名。OK，那第一档呢，我们来看一下它在做什么的。 我们这边一样哈，这边准备把它拉大一点，好，拉大一点，好，让看大大家看一下，目前它是属于上柜的什么产业啊？来看一下第一档大铁，哦，那大铁呢，其实还蛮强的啊，哦，还蛮强的。那这一档，这一档还算强势啊。那其实你会发觉它五日线都没有破。 哦，那五日线都还没破，基本上都还有机会再创高，然后，然后再光阳科、光阳科这一档啊，我个人觉得啊，这一档其实是可以留意的，哦，是可以留意的，而且这边只要一出量就会可以就攻击啊，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两根的大量区啊，这两根大量区呢，其实大概在这边了，其实礼拜礼拜上礼拜啊，它其实都一直在这边震荡做打底。 这两根其实已经站稳了、哦。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前坡、哦，前坡的大量区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那这边也是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啊，它的这个位置也大概在四十几块，这边附近如果持续站稳，只要未来出量是有机会去做表现的，哈，是有机会做表现的哦。那再来就是新星啊、哦，新星,星呢，其实百元这边一直吐不上去啊、哦，这边就礼拜五收这样其实是还好了、哦，所以。 未来就是看下礼拜有没有机会再站稳一百哦，站稳一百其实就有机会站稳百元俱乐。然后再全练。好、哦，那 fresh 相关组员第一任相关组群其实都还可以注意一下，基本上还没有死啦，哦还没有死哦，所以基本上他是今年的，我个人觉得会是一个还蛮强势的一个族群哦，所以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哦，然后再远东新，好、哦、远东新。 永东西。这一条下降压力突破之后啊，其实它有机会去走出一个新的格局啊，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留意一下啊，这个也是可以留意一下。哦。那目前你这样两条线画下来，其实大概大概在这个 range，它其实已经突破了，然其实已经突破，然后再群光啊，群光我没记错，应该是也算是高值利率的一个值一个族群啊，所以。 基本上啊，它自己的前高仅限如果能够过得了的话，基本上是有机会挑战一百的、哦，它是有机会挑战一百的。OK，然后神机，哦神很强呢，对不对？好，神机,对对、哦、神机以目前来讲礼拜五大底还可以收涨停，我个人觉得是蛮好的一件事情，蛮强势的。那只是说这边其实要特别留意啊，如果他能够跳空过是最好哦。 来到这边其实有一点点压力在的哦，所以短线上可能还是要留心一下，好，还是要留心一下。OK，然后细创啊，细创这一档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上礼拜一啊，好、哦，上礼拜一了，我的自选股有放啊，哦，所以呢，你如果有刚好操作到的就恭喜你哦，上礼拜一我就放了哦，我就放了哦，所以这一档呢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哦，这一档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我上礼拜的自选股。 OK，好、哦，那目前两百看能不能站稳啊？两、哦、百站稳再说啊。可是它短线已经拉这么一根了，这一档啊，它的筹码，好、哦，大家看一下八零一六啊，八零一六的筹码，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啊。哦，我那时候其实有跟他，其实这一档我分享很久，可是大家都很温呐、啊，他就很温呐、啊啊，很温，很温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破线的时候破月线啊，大户还是加码。 好了，所以呢，藏龙月线，礼拜，其实我在上礼拜在做功课的时候，其实我就注到注意到它，礼拜一的自选股分享啊，我就给大家了哈、哦。所以呢，这边呢就就上去了嘛，哈、哦。OK，啊，那短期的大户没有跑，哦、啊，看机会早买点了啊，看机会早买点，啊、哦，那你看啊、哦，前一波这、欸、投信啊都没有出啊，那买起来不知道干嘛，哦，礼拜五投信又重新进场了。 哦，这一档呢，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好、哦，稍微可以留意一下。好、哦，然后雅聚雅聚呢，这个也是蓄势待发的一个盘，然后只是说没有出量就比较难表现。哦，没有出量就比较难表现。那其实雅俊有有一个惯性哦。哦，大家没有发觉雅俊有一个惯性、哦、所以呢，过来看它如果能够直接，我我先讲好，直接用跳空的方式，用跳空过的方式，那当然、啊、这一条线原本从压力。 就会瞬间转为什么？转为支撑哦，所以短线上可以留意一下。那这是 P E 嘛，哦，石化业的部分。然后王品，哦，王品，咱们上礼拜的选股有没有选？哦，最近呢，其实相关的概念呢，其实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然后微讯，微讯呢，微讯这边呢，高档可能这边容易有一点点压了，哦，有一有一点点压，所以短线上面。 震荡一下有，有机会再创，然有机会再创高，然后抬波，抬波。它目前这边的大量 K 的低点已经站上，所以这边震荡如果持续有手的话，前高基本上没意外会过了哦。然后神打，神打这一档啊，我们来看一下三七零六神打，三七零六神打，神打部分的这个这个头性是来乱的是是，是好。 这个头线其实买的很少，所以基本上不太需要看了。可是你会发觉，这头、个、线卖的点位啊，其实还好。这一档呢，看一下外资哦。这一档其实重点还是在外资哦。所以短线上特别注意一下外资的一个动向。哦、外资也有一种动向。那既然外资最近有稍微小小在布局的话，大雾还好，大雾还好。我们看一下信用交易的部分。哦，这一档呢你基本上就是按照技术面操作了。哈、哦，技术面操作。 OK，然后连帽，连帽这一档啊，短线上洗洗的、哦，这个是洗到一个很枯的一，一一一档股票。好，那先这样讲啊、哦。以连帽来讲啊，我们看下六二一三哦，看它葫芦里面在卖什么药。连帽来看一下、哦、这个大户啊。 一路在收啊，哦，一路在收啊。那、啊、虽然收的货不多了啊，可是呢，就技术面而言，它已经重新转强了。它已经从，而且这两天投去买买超啊，这一档呢，呃，留意一下。我个人觉得前高不是问题，哦，前高不是问题啊。短线上留意一下，这边过了会吸引技术派的进场，哦，会吸引技术派的进场。那短线上面来讲，而且大家有没有发觉，它其实已经打了一个。 非常大的这里震荡的时间，它它股性很差没有错了，可是它这边已经打了一个，这边将近几个月，从去年的八月一路整理到现在，这边已经初步了冒出头来了。哦那冒出头来会不会被打地鼠打回去呢？其实就看什么，就看量够不够了，然、哦、就看量不够，这边只要一出量就直接出去了，哦。 那所以盘中紧盯了啊、哦，盘中你如果可以当中的就盘中紧盯了、啊。那你如果说没有办法盯的人，哦，没有办法盯的人呢，其实没有办法盯的人，其实这边其实还蛮好守的，你就破五日就走，哦，破五日就走，哦，短线上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哦，然后再复盛应用两百站稳了，哦,哦，所以短线上面来讲。 是有机会啊，可是像这个我就不会做它，这个股性太差了，哦，这个股性太差了，然后裕泰，裕泰，裕泰，先看这边的前波能不能站稳啊，前波能够站稳再说了啊、哦，这个它其实也是一样啊，上档压力就是被这一条线压着打。 哦，这一条线呢、啊，当然这一条线跟整个这个点跟这个点画、啊，你可以发现刚好被这个线压着打，所以短线上可以留意一下。然后神盾啊，神盾呢、啊，它其实已经沉级很久了，从、哦、去年到现在已经沉级很久了。那最近呢、啊，其实它这边呢、啊，其实有一点点小底出现，啊，只是说。 还没有很强啊，没有很大的一个底部成型、啊。那初步先看这边的季线，哈，一百六十三，好，初步先看季线，一这一根长虹，其实这个长虹有它一定的空转多的一个讯号，所以短线上这可以留意一下啊，可以留意一下。那初步看反弹啊，啊，只是说反弹可能来到一百六十三到一百六十五这边附近，看有没有做有没有机会了啊。 然后看看一下龙城哦，龙城。最近纸类哦，你会发觉哎，纸类其实如果以这样看，其实已经打了一个底了哦，所以短线而言呢、啊，哦，有机会看到三十块啊、哦，这边是有机会看到三十块、啊、所以短线上相关的概念可以看一下。然后大疆啊，大疆其实我已经有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嘛，其实这边已经。 它这边的季线已经来到这边了，所以目前季线已经走平了，所以这边或许是一个长线的一个蛮长线记得要做这种股票，你要有心理准备，它不会马上让你赚钱哦。可是这边只要能够持续站稳的话，这边有机会是一个长线的底部区了哈。然后中化生，中化生目前已经在走右边了，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了。然后豫邦。 我们快速的带过带过来哈，然后宣德啊，宣德这一档啊，啊、哦，等一下会提到宣德这一档，我们看一下五四五七的宣德，宣德这一档呢，大家仔细看一下，目前其实外资这几天都是站在一个买方没有错啊、哦，买方没有错，那可是呢这一档呢，呃，整理哦，你就就看大家整理到什么时候。 哦，这一档呢，目前的季线呢是扣底扣在这，啊，目前季线扣的，那现在刚好来到季线压力区，这边已经接近什么三线之后，外加季线要来汇合，所以呢，大家看一下，啊，目前这个季线呢扣底扣在一，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大概在十三个天，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也就是说，未来的两个礼拜至三个礼拜，只要它能够持续站稳，这边其实月线走平，还有其他均线走平之后，会形成一个支撑的作用。哦，那其实目前来到这边呢，其实第一个目标它一定是先一百。既然你知道那目标是一百，那其实大家可以反向的去思考，你要怎么操作了吧？ 通常来到九十几附近，他第一个一定会先撤一百。那既然你知道他会来撤一百，我可不可以先干嘛？满用一点点的资金可能去做布局。那这个停损怎么设？停损大家别忘了一件事情，下方有什么？这里下方有年限礼、啊、拜五他已经站上年限了，所以下方有年限，五日线又十日，哎、欸，十日线跟二十日线又形成一个支撑。 五日线它礼拜五又有收稳，所以极短线来讲，其实我们就干嘛？假设你要提早布局的人，这边停损我们要守哪里？停损就守九十一点六，那你如果比较保守一点，可以破十日线，你会发觉大，大大概刚好在九十块附近，好，大概在九十块附近，用五块的距离去换这上面的距离，其实划算啊，其实划算了,划算了，OK，哦，然后台盛客。 台上科，台盛科要消化一阵子啊，这个前面的山太多了、啊，然后难冒。难冒，其实这边前面消化完是有机会再创的、啊，再创新高。然后们看一下汉翔，汉翔航空概念，哦汉想 目前这一根这一根底部已经站稳了，所以短期上还有高了哦，还有高。然后承德，真的也是哦，这一路下降趋势啊，可是下降趋势啊，这边啊这种下降趋势要特别注意一下季线的方，向。季线的方向如果能够未来持续走平，它在站稳的话，这边季线是有机会做一个支撑的。然后高技、全台長、长隆。 哦，那长龙呢？目前来讲，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有机会。这边如果强势带量上攻的话，是有机会再走一波的哦。哦，航运类的、海运类的，啊、哦，其实都一样。啊、哦，短线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看一下筹码好了。 哦，那筹、個、码我们看一下、啊，目前的一个法人呢、啊，目前的法人哎、欸，投信一路在卖，哎、欸，一路在买啊，哦，这里还是有机会再搞一波啊，哦，那在信用交易的部分还好哦，没什么异常。那这礼拜呢，哎、欸，有小小的增加持股了啊，所以基本上还有机会再走一波啊。可是这种再走一波呢，你说会不会再过呢？呃，我比较偏保守看待啊、哦，所以呢，你要么就赶快。 哎，要么就是如果你已经有单了，那你就是看到前波，你如果一直发觉一直吐不上去的时候，你要出再出叫，然后新普，新普短线上、啊、其实暂时还不用太担心哦。这个以这种量价的话，基本上还有高了，哦还有高，然后紧缩紧缩一样，一百附近是一个很蛮重要的关卡，吐不过去。 就有机会再回来做回撤了那看一下下礼拜反弹有没有机会再过高，过高也是百元俱乐部。然后卢红卢红卢红还好。那我看一下台北、台北星光钢哦。我看到的如果没有特别讲的，就我就会直接跳过了。然大连大，信昌电，啊，创建，金豪客。 然后金老科呢，基本上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上礼拜，等我一下，嗯，金老科呢主力还没出来啊、哦，主力还没出来，所以呢金老科呢这个不知道要喷到哪里去啊、哦，这个自己小心了哈、哦。那等一下还不用太担心啊、哦，等一下还不用太担心。然后松瑞药，然后有打啊。哦 群创跟有达，其实上礼拜都有创高、啊，它只是说礼拜五大盘跟的压杀下来哦，所以短线上这个你按照什么方式停你按照五日线还有高点低高低点破停利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合金，合金基本上还有高了哈，基本上还有高哦。我太久没有看这一档六一八的合金，我们看一下筹码好了。哦，这个。 有什么东西呀、啊？哦，这个忽然买这么多，啊，这个，这个是，这个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啊，这一档，啊、哦，那 <coughs> 外资礼拜五就倒掉，可是呢，投信呢、啊，哦，最近狂买啊，哦，这一档细金元的部分啊，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啊，这个，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看一下五四八三中美金哦，中美金的部分啊，其实。 你会发觉一样啊，它其实这边其实也已经接近月线了，哦，接近月线的部分，那其实这边属于一个蛮合理，的，这边如果有手，我个人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买点呢、啊，还不错一个买点，那只是说，投信最近其实买的比较少，哦，比较买的少，我们看一下六四八八环球金哦，环球金的部分啊，其实哎，投信狂买啊，狂敲啊，这个。 相较于两者而言呢、啊，其实大家有没有发觉，戏金元的部分，环球金已经创新高了。环球金已经创新高了，可是中美金呢？它其实是五四八三，中美金呢，它其实是，我先来看一下这个五四八三的中美金呢、啊，它其实是一个创新高之后，哎，这边有出权洗，好，出洗之后的一个回档。可是呢，六一八二的合金啊，合金呢，基本上它是。 创新高，回档震荡，再准备要创新高的盘了。而且那筹码这礼拜增加蛮多了，所以就极短线诶，这一档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哈。哎，我觉得要赚快钱，其实这一档应该不难做了哈。快钱的话，这一档应该不难做。OK，好，然后再来，好了，看到这边啊，然后外资跟投信同卖的部分，第一档啊，价格，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一档哈，艾普，好、哦，艾普呢？这个呢？哦，这个用跳空跌破的方式，是以短线上啊，这边要特别的小心哦。那未来如果你要重新能够比较看多的话，七百要再涨回去了哈、哦。然后汉雷，好、哦，然后加邦上影，哦，那上影呢？如果来到前坡季线，其实你我觉得你没有出了就不用出了啊。哦 因为这边的季线如，如果如果震荡持续有守稳的话，哎、欸，这边又刚好是四百的指数关卡，哦，有机会会撑一下，哦，有机会撑一下。合硕，嗯，不怎么好了啊。那基本上看有没有机会来到前波这一根带量长虹的低点附近。那时间跟空间算完，你也大概会接近在季线位置，好，然后智邦。 啊，这邦呢其实有点弱啊，其实有点弱。那短线上以这一档来讲啊。就看前面这边的小颈线能不能守得住了啊？有没有机会能去做守稳？然后两百六如果能够守稳，就会震荡一下，再涨回基线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买一点、啊。然后稳帽也是一样，哦、啊。奇迪瑞玉。 然后价格啊，我、哦、这个这一档是怎样？我们看下价格啊，这一档报了历史天量一二二7啊，一二7的价格啊，呃，我靠，这个是一路了哈、哦。其实你看、啊、这个主力进入出光光了啊、哦，这个可是说你说，哎，融资大增哎、欸。 我、哦、这里的融资是怎样？融资大增，借券卖出。这一档有点外资大卖。这一档啊，来到这边了、啊。我个人其实不建议杀低了啊，我个人其实不建议杀低了。那你你说？ 大家看一下啊、喔，这一档呢、啊，它以礼拜五的成交量，这一档我不知道是不是叉 K 有问题啊、喔，还是本来就这样哈、喔。基本上来到这边啊，呃，礼拜五爆了一根大量，假设你是做空的人哦、喔，我个人不建议在这边继续空了哦、喔，因为这个量有点夸张了哈，这个量有点夸张、喔、所以就极短线而言呢、啊，其实大家其实我比较纳闷的是这个啦。 礼拜五的融资啊，大家仔细看，礼拜五的融资啊，这几乎是历年来最大的一个融资哦，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当观察就好了，你就看戏就好。好，阿尼如果手上有空单了，不要再追空了，不要再追空了。是时候如果发觉它站稳的话，就不要再轻易追空了。哦，这个其实我比较纳闷，哦，这个可能要看一下分点哦。 礼拜礼拜五到底是谁买谁到的哦？可以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不建议在这边做空追空啊你说做多，其实我也不会在这边做了哦。好，然后再看一下台要哦，台药台本身就不喜欢它，不好做。然后呢，来日月光投控啊，哦，这个缺口都补回来啊，这个。 最近哦，很多，之前涨很多了，就要小心了、哦。这个，所以我才跟大家讲的这个盘没有想象中的好了、哦、要特别的留意。然后台红，联 <coughs> 发科，哦，联发科呢，其实已经破月线了啊，哦，已经破月线了。那目前九百的保卫战啊，九百保卫战。哦 那这边看能不能震一下，持续守稳再上啊，不然其实很容易就会往下探支撑哦，然后起哄，精彩，哦，精彩呢，等一下要跟大家讲啊、哦，等一下会跟大家讲，然后加泽、东阳、哦，红准啊，中、哦、磊啊，连勇啊，然后连勇啊、哦，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个呢，五百站不回去了。哎，赛里啊，这边也是一个非常高档一个危险的反转讯号。大家仔细看一下啊，这个、这个刚学过而已吧。上面形成一个什么？上面形成一个什么？未来哦、啊，这一档啊，你要真的要持续做多的，除非齐杀支撑站在买方，不然往路往上，只要五百没有站稳，就是偏空方。站不回啊，跟台积电。 道理是一样，哦，跟台积电道理是一样，哦，这个短线呢要特这上面啊，全套啊，哦，全套啊，这是短线呢、啊，我们看一下三零三四的连勇，啊、哦，三零三四的连勇呢，其实之前的利多很多啊，哦，力多很多啊，那我们看一下主力啊，啊，这里摆啊，狂倒啊，啊，倒到,到爽到炸掉啊，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爽啊，哦，一波拉起来，全部倒给谁？倒给散户啊，啊、哦，所以短线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这个。 之前涨很多了，我都有一直提醒哦，啊、哦，都有一直提醒哦，所以短线上要特别的留意啊，哦，那这边的融资谁买的？啊、哦，这边的融资谁买的？哦，可想而知嘛，啊、哦，这边讲了吧？哦，这边的融资谁买的？哦，跟台积电刚刚的结构是一样的，哦，哦，一样嘛，你看外资、投信都是卖呀、啊。 利多出来又如何？哎、欸，前阵子的利多超级多啊！哈，如果大家有发觉啊，利多出来啊，干嘛就倒垃圾啊？对不对？哦，等一下要特别注意啊。然后再来，好了，三十八分了，我们看一下啊、哦，外资买的族群啊、哦，我们用族族群性去看就好了。哦，第一，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细产业的部分。好、哦，第一个类比 IC 设计啊。哦 呃，尼克森，好，尼克森呢，其实，在技术面来讲，它其实已经转强了。那可是这这边前波前面还蛮多三的啊，所以稍微留意一下啊，这个留意停力了啊，留意停力了啊。然后天域，哦，天域呢，其实呢也是蛮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啊，这跟卷子比有关哦、啊。然后统一阵，哦，立台，哦，绘绘图 IC，哦，系统，哦，大概我们快速扫过了啊、哦，台康生。 然后景硕，哦，那银尖肋股呢？最近呢，其实也算强势，啊，也算强势。然后在钢铁族群的，好、哦，细菌的部分，我觉得合金可能有戏哦，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再安利，哦，安利蛮强的呢，哦，然后再来，等一下家里。 啊、嗯，光学类的，台光电，然后最近金控股啊，礼拜五的金控股啊，呃，应该就是 MSCI 调整所影响然后那短线还不用太担心了，这边其实重要的一个支撑都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破了啊，所以短线还不用太担心。我们看一下最近还有什么。 外资还要买哪些？好、哦，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下，哎，未来有可能哪些族群可以去做一个看看看法啊？然后再来正文，哦，正文呢这一档其实我有跟大家讲过了，哦，正文这一档可以留意一下，哦，然后江汉，哦，网通类股啊，其实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哦，最近你会发觉，哎，其实有一点点族群转到这边了、哦，然后再散热的励志。 你励志也蛮强的啊！的是尾行，好星星，好台船，然后看一下连斩头控哦，然后软板呢，BCB 的部分可以留意一下。这个礼拜五都是相对抗跌的一个族群哦，都是相对抗跌一个族群哦，短线可以留意一下。华通、长隆。 均好，哦，清控神打，哦，TPK 啊，哦，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底附的反转哦。那短线上面来讲啊、哦，最近啊，这个之前打底打很久了，哦，之前打底打很久了，它很容易干嘛？这边我有跟大家讲过嘛，只要站站上季线。 它有机会做一个叠升的一个反弹，然后包括我们在礼拜五有跟大家，上礼拜四有跟大家四九五八的真顶，真顶呢，你会发觉礼拜五、哦、它其实是相对抗跌的、哦。那礼拜五外资是卖蛮多的，可是这个卖啊，其实你会发觉，其实还好啊，跌幅还好，再跌个两块，然后再跌个两块，我说短线上面来讲，这一档还是可以持续留意哦。而且这礼拜的大户啊，大家有没有发觉，它目前已经站稳季线了？哎，大户有增加。 哦，大户有稍微的增加。那技术面，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大家讲过了。哦，其实不管怎么看呢，啊，这边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防守点啊、哦，还不错，还不错一个防守呢。你看一下三六七三的 TPK，三六七三的 TPK，你仔细看一下、哦，有没有发觉其实跟谁很像，跟刚刚的四九五八整点很像，哦，很像啊。 那信用交易的部分，礼拜五融资还蛮多的，然后法人，好、哦，法人呢？欸、外资最近是比较偏买方的，好，比方那投信这一档没有什么布局，好、哦，所以这一档还是可以留意一下，还是可以留意一下。然后有的，好，一行，好，然后第一同啊，然后华邦电，哦，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目前有哪些族群啊，哈，再看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车用电子的部分，人保、广达、汉语、铂金、乘科。好，大家大概看过就好了啊、哦，大家看看。然后最近啊，其实你会发觉，哎，外资啊，在 IC 设计、封装的部分啊、哦，其实布局蛮多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奇邦哦，奇邦呢，目前。 我还是看好，<laughs> 我还是看好。那你你们基本上就是看一下，照技术面操作就好了。好，技术面上六一四七然哈。之前的老朋友不要错过它。好，之前的老朋友不要错过它。好，短线上其实这边其实都还好，然后高档了一个合理的震荡啊。大户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异动然哦，所以短线上还是可以留意啊。那盘稳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去做布局了哈。OK，我们大概就这样看了。 就就好了。那么看到最近啊、哦，大家记得、呃、现在三月一号，三月底要干嘛？投信做账啊，记底做账啊。所以呢，最近呢，啊、呃，大家可以尤其是投信哦，做账的股票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从投信的持股比例最高来看啊，第一档就是利旺，利、哦、旺呢已经买到十四点多趴了啊、哦，所以这个有机会买不上去了啦。然、哦、后所以基本上等下要特别留意，然后再来就是建设已经买了十趴，哦 啊、哦，等建车已经大概买了十趴左右，在裕泰哦，系创哎，系创刚刚买不久啦啊、哦，等现在六六点多了啊，这个我上礼拜礼拜几礼拜一的早上，我那四档自选股就就有抛了啊、哦，然后再寻光啊、哦，短线可以大家留意一下，然后茂达、星星、哦神机、哦创建、哦光宝科、维新、哦群联、哦中美金、哦开发金。 哦，自身深科哦，加登哦，加登目前来讲哦，它这一根大量低点不破，这边如果震荡有手是有机会再过高了，还是有机会，然后金顶有达合金哦，合金呢目前头先买二点多趴，这档呢，呃，我觉得有戏啦，啊，我觉得有戏啊，可以看一下啊，南、哦、亚科呢一百还会来测啦哦，一百还會有有机会再来啊。哦 高级哦，大概从这些方式方面去看一下目前的头性啊，哦的部分，然后大成钢、金豪科，哦，四季钢，四季钢，四季钢这一根黑 K 啊，有点难看啊、哦，这这钢黑 K 有点难看，可是呢，难看归难看没有错，可是呢。 给他一点点时间，好，给他一点点时间啊、哦。这边，呃，如果大家怕比较难防守的话啊，比较难防守的话，他这边，哦，这一根哦，站稳季线的这一根，低点绝对不能跌破啊、哦。通常呢啊、哦，在 K 棒的技术线型，你看到这样是很丑，没有错。可是呢，近几年的主力有一点在变了哦，所以呢，我们要搭配其他综合线型去看，哦，所以。 这一档，你如果手上已经有的人，那我停损点会设在这一根长红的低点啊、哦。OK，好、哦，然后在大力光啊，大力光呢、啊？其实我那天说啊，大家回撤在三千三，啊，结果讲完就来了，哦，那是礼拜五再差五块了啊、哦，差五块。那这一档啊，其实一样哦，给他一点点时间哦。这好像是一首歌，是不是？这边的附近如果震荡有手的话，哦。 大盘，然后前底要大盘好哦，你不要大盘不好的时候你跑去做多啊，啊、哦，大盘好的时候支撑有手站稳，你要布局你再布局就好。然后上尾投控啊，我那时候有布局嘛，哦，那其实没有那么强啊，所以这边一样的、啊、等哦，就等它哦，等它这边如果能够站稳，其实目前呢、啊，其实都会受到这个下弯季线的影响，接下来往下扣的时候，大盘也稳，然、哦、后要做多再做多啊。哦 然后在阳明，哦，长隆，中珠，哦，中信金，哦，这些都是投信，呃，这几天，哦，这几天，啊，有在布局的股票，哦，有在布布局的股票，短线可以留意一下，啊，留意一下，三月份，好，三月份季底要做账，哦，投信要做账，所以短线你你要找股票做多了，啊，往这个地方去找。 两位，兩我讲了多久了哦，那果然有在创创创新高。那这边呢，其实礼拜五这一根啊，哎、欸，礼拜四这一根呢，创了大量啊，创、哦、了大量。有量就有人买，有人买，股价才会涨哦，涨跌懂吗？哦，那短线上这一档，其实它也折率率算蛮高的。然后六二九零，我们看下六二九零。哎、欸，小曾啊，哦，散户在。 跑啊，哦，所以呢，短线这一档是可以留意的啊。这个哎，头、欸、信最近在买啊、哦，哦，这不知道在买什么意思了，哈、哦，可以留意一下啊，头、哦、可以留意一下哦。然后两美食，富彩呢，一样啊、哦。那时候在走说什么，走一个压缩啊，那打到这一条线就以弹回来又是哦，红。富彩长线只有 LED 长线，我个人觉得不是问题然后长线不是问题哦。然后宏基。 玉金光，好，玉金光呢、啊？四八五，好，记得，反正就是四八五这个价位，其他不用看了，好、哦，就是四八五这个价位站稳，好、哦，你可以少量，好，少量，因为物玉金光、啊、目前刚好扣在这边哦，接下来会快速往下扣，所以呢，如果大盘稳哦，记得，如果大盘稳的时候，这边如果站稳，你是可以少量慢慢的去做布局，因为它这接下来。 只会越往下，哦，高点只会越来越往下扣，所以会形成一个支撑的作用，哦，会形成一个支撑的作用，会形成一个支撑的作用。可是大盘如果如果持续能够站稳万六的话，要做布局，再做布局，然后随时依照大盘去动态配置你自己的持股，啊，然后东源、神达，然后万海，然后伟讯，然后雅聚，哦。 然后惠阳、王道银行、全台、康奈香，呃，康奈香等一下会讲。然后中化生、新北、台北、台生科，好，大概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看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好，卷资比高的，好，麻烦这个大家笔记给它抄起来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啊。好 龙券的最后回补日啊、喔，第一档天域三月十二号就要龙券回补了。哦，那目前的券呢空单还有多少？目前的券呢空单，其实券之比目前是二十二点三三啊，二十二点三三哦，底加啦。好、哦，我这个嘛，哦，啊、哦，这个啊，二十二点三三的券之比呀、啊。哦，那它的龙券呢占股本比例？哎，大家记得啊、哦。 还有两趴的单要回补啊，哦，还有两趴的单都要回补啊，所以呢，短线上天宇这一档卖给欧北康哦，不要乱空啊，啊、哦，不要乱空啊，短线要特别重要。然后第二档创意，三月十二号最后回补，哦，那创意已经跌下来一阵子了，可是这边你说要急着去放空它呢？我个人其实不那么建议啦。它的券资比大概是十八点三啊。 那那个空单呢？大概其实空单剩不多了，好、哦，那的空单其实剩不多了，哦，短线上这个可以留意一下，哦。第三呢，利基啊，哦，利基呢，它是三一九要回补啊，哦，三一九要回补啊，所以呢，这里呢，它一样哦，有两趴，接近两趴要回补啊，哎、欸，大家不要觉得然后两趴很，两趴其实。 不怎么少哦，哈，两趴的回补力道其实是有机会嘎死人的、哦，所以短线上面来讲，不要太看空哦，不要太看空，尤其这个龙炫回补快到期的，不要太看空啊，哦，那它的券支比啊，二十六点多啊，好，大第四档精彩啊，精彩呢一样，它龙炫回补要三月十九号回补，所以这一档不要太看空哦，因为大家看一下、啊 这一档为什么最近跌不下来？因为只要有跌，龙券就会补；只要有跌，龙券就会回补。这一档急杀哦，急杀自己，你你如果要赚快钱，我抢短的，我个人觉得不是太大问题啊、哦，不是太大问题。他、啊、只是说他目前的券之比，哎、欸，大概也在二十点多哦，等一下要留意一下南电这一档券之比四十点四七。 什么时候回补？三月二十二号。所以呢，这一档，这一档不要太。目前啊，二十二号其实离现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啊，所以时间越近哦、呃，这些股票麻烦大家不要轻易的做空。你要空，你要嘛做当冲，不要留仓哦，不要留仓哦，这个要特别的留意哦，特别的那、啊、只是说它也大概零点五趴而已啦。紧硕。 也是一样哈，最后回补日在三月二十二号，啊，目前呢也大概是零点五趴左右，零点五趴。那目前的券资比大概是二十八点多，哦、啊，在星星也是一样，啊，你会发觉是紧缩星星点，电刚好同一个族群，哦、啊，所以呢，要嘛拉就一起拉，爱、啊、要杀就大家一起杀，哈、啊，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然后四月九号星星要最后回补啊。 我们先举前后两个月的啦，哦，前后两个月的，然后看那一箱最近其实为什么会这样拉起来的原因，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大家看一下它的卷资比啊，六十四点多啊，哦，这个要特别注意，而且大家看一下它回补的力道，哎、欸，股本的三趴啊，短线上可能这个不要不要乱乱去做了，哦，你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不要太轻易的去做，好吗？啊、哦。 那先讲到这里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融资锁码这件事情啊、哦。大家不要觉得说融资啊就一定是什么，就一定是散户啊哈。有时候是大户要融资锁码啊，所以呢锁谁的码？锁散户的码。所以呢，等一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看一下这几天啊，融资呢增加最多的，好、哦，增加最多的其实在第前面啊。 融资增加了哈，占、哦、股本比大概是在哦，第一档就是乔威哦，你会发现最近哈、哦，为什么会涨这么凶哦？这个融资我跟你讲，不完全是散户好吗？啊、哦，那第二档呢叫金豪科哦，啊、哦，第三档诶、欸，融资索马合金啊，好、哦，短线上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再來微讯啊、哦，光阳科哦，这个要特别留意啊，光阳科刚刚我讲过了嘛。 然后再宣德，哎、欸，宣德刚刚也提到了啊、哦，西创哦也是龙之索马哦，这个短线要特别注意，哎、欸，王品啊，好神机，好，神机，哎、哦，锁、欸、马之后就涨停了嘛啊，中、哦、美金哦，等一下可以留意一下，全台好、哦，台办半，好、哦，美食 KY，哦，雅聚，好、哦，这些呢其实都是最近啊龙之索马，哎、欸。 大户法人又偏在买方哦，所以短线上可以留意一下啊。在大盘的大跌的时候，有法人在支撑是最好的哦。有法人在支撑上，然后长隆哦，那远东新哦，星光光，哎、欸，大力光，新普，哎、欸，神盾，哦，神盾其实也在里面哦哦，神盾啊，这可是融资这个增加的速度，这个增减其实只有十四张，哎，参考就好，哦，参考就好。 然后再好，这些其实大家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好，稍微留意一下，哦，尤其是前面前面这几档，好，前面这几档稍微可以留意一下。OK，好，这礼拜的选股大概大概是这里，大概就这样。我们看一下积分异常的，好了，好，积分异常的，来看一下积分异常的啊，来看一下。好，第一档，好，领养，好，领养呢，呃。 看一下啊，羚羊目前来讲，它其实这边有三个大量区。哦，未来反正我有跟大家讲，大量就是有人买有人卖。高档你不用管谁买的，不重要啊、哦。高档你只要管谁卖的啊，管谁卖的要怎么管啊、哦？要怎么去看？它低点没有破，就代表进货啊。没有啊，如果破了，那、啊、就代表出货。所以呢，基本上来到这边。 要先第一个观察重点，这三根大量区有没有手啊？有手再说啊。美绿，欸、美绿这一档啊、喔，我们来看一下二四三九美绿。其实礼拜五盘中我有去看到它破线，结果当天一路拉最高啊。哦、喔，那这个这个外资啊，哦、喔，这里的美绿这个外资啊，这个应该是不同人，好、喔，不同人啊、喔，所以呢，美绿这一档呢。 礼拜五算是啊、哦，他礼拜五其实差一点点。好，礼拜五他其实差一点。其实我那时候有看这边有没有机会形成一个空转多讯号呢？哎、欸，其实还好了。哦，大户还是在跑。那只是说就 K 棒的线型而言啊，是礼拜五它差一点点。如果它能够收上去了，那当然是最好。哦，那当然是最好。那你说阿、啊、美绿到底止跌了没啊、哦？我们先反弹啊、哦，先反弹四只了啊，先反弹那。 第一个目标区就是一百四哦，第一个目标区大概就一百四，哦，然后在星星哦讲、喔、过了双红哦、喔，台光电哦、喔，原象哦、喔，核大哦，亚、喔、光哦、喔，中光电光磊瑞轩 T b K 瑞轩呢，瑞轩技术面其实已经转强了，这边看有没有机会啊。 哦，TPK 龙钢哦，表哥哦，金居哦，大概是这样看的、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多方选股。好，来看一下，扫一下刚刚没有看到的哦，加必起哦，然后至上哦，卓越哦，尖点。 反甲，反甲这一档你要做就百元操作就好了，啊，就百元操作，然后看一下。 然后瑞宇啊，瑞宇这一档啊，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实我也观察蛮久了哦，我也观察蛮久了。那这边呢是有机会了啊、哦，这边是有机会啊、哦。好、哦，大家就这样啊，今天的分享就大家到这边，然后我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自选股，哦、有没有什么要特别讲的？然后二四二一的建准啊，我呢，我上次有讲嘛，啊、哦，我有去买二四二一的建准的。哦，准其实目前这边，哦，这边这边其实它如果有站稳，是有机会冲出去的哦，是有机会冲出去的。我们看下主力，哦，哎、欸，小真啊，这边没有什么变哦。 啊，法人，有外资小麦，哦，反正这种，大家记得，越在高档的股票，你选的股票要越干嘛？越，呃，基本面当然是第一个首选嘛，哦，啊，基本面我有跟他讲，啊，我的城市都写完了，选出来的股票基本面不会太差，啊、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干嘛？你要找第二个，我有跟他讲，你要嘛就是找题材的，那三月份干嘛？ 有头信要做账，你就找头信有在买的，或者是啊低基起长线，在一个大底部区的哈、哦，要跌不会跌太深，哦，要涨也不会涨太多，哦，温温的保守型的卫星持股是 OK 的，好吗？哦，所以短线上大家要这样去配置，核心持股，有的人可能在电子股比较多，那你要搭配一点点卫星持股啊，可能可能是船产类的，好、哦。 用这样的方式去动态搭配，你整整体的部位，你的压力比较不会那么重。不要你把所有十成的资金全部都压在电子股，哦，这样会比较。大盘在大跌的时候，尤其是电子股大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好、哦，然后诶，正文讲过了嘛？啊，就然后金城科哦，我也有分享、哦、然后南亚科还好，金豪科还好，万宏还好，哦，宏基还好。 新巨科，新巨科目前算有手了哈、哦。哎，汉语博创高了呢，哦，五四六九的汉语博啊，哦，汉语博已经创高了，哎，这个大盘好了之后就喷出去了啊、哦，这这一档可以留意一下啊、哦，这个外资是有急着想要拉开成本的、哦，嗯、哦，本先生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六四一的金眼啊，哦，六四一的金眼呢，其实它量不够啊，哦，量出不来啊，出不来就没办法冲啊。好，梁伟讲过了，新塘耀华、金源电联电、哦，台郡华兴科旺系、台光电。 好，三零四四的见顶了啊、哦，也在创新高了啊，也在创新高了。这一档刚突破一哦，刚突破一哦，而且外哎、欸，大户一路买啊，所以这一档一样啊，可以留意一下啊，一样可以留意一下、啊、这个哦，这个随时都有机会，这个一冲就过去了，冲了会吸引技术派的突破啊、哦，吸引技术派的追哦，所以短线上可以留意一下啊。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啊、哦。那大家一样哦，特别注意，先看大盘，再看自己的股票。啊、哦。先看大盘，再看自己的股票。万六以上都还偏，哎、欸，万六以上你才可以比较乐观了哈、哦。反正这个盘，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看到万六以下先走，啊、欸。不，不是先走了，先避险再说。啊、哦。先避险再说。 那什么时候同步转弱？什么时候同步转弱？同步转弱，你只要看到 OTC，只要看到 OTC，干嘛？OTC 回来，假设了啊，假设 OTC 第一根，第一根这一根最后的大长红喷出的这一根 K 棒，低点收破，就要特别小心了，就要特别小心了啊、喔，就要特别小心了。OK，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